发，这都随便上你吧。来个攻速先，其实我们这把吃完鸡应该下鸡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打完下鸡了吧，就不玩了，一天一鸡怎么样？这把我们玩一个什么呢？玩一把强袭战士，但是强袭战士我没拿大剑呢。你看见过我的跳子吗？前期想赢就得炉灯，正在路上。两个海克斯，一个执事，怎么办呢？海克斯女警，海克斯扔了，这把玩火蓝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玩火蓝呢？你好厉害呀！我们蓝 buff 火爆，尝到失败的滋味了吗？我想你会喜欢 VIP 火蓝。我确实要惩罚了。这家嘉文是强袭，不玩强袭啊，没有大剑呢。算了，我这是能输能赢，全靠天了。但我估计我输不了，我这有点太狠了，我这输不了啊。我炼金没放来技能，我操，我是输的一败涂地呀。我想输拿蓝 buff 的，你 VIP 火蓝他没有蓝 buff 不行。哎，那把那个人给火蓝上了个火炮是啥意思呢？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？他给火蓝上了个火炮。没装没上了是吧？哦，上一波主要我的炼金没放上来技能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输的比较的惨淡。我要开始赢了啊！
我要开始赢了。我从不妥协。这蓝刀玩过，可以再玩一玩。我又开始赢了，说赢就赢。玩火蓝了，玩刀锋吧，玩把刀锋，玩把直视刀，不玩火蓝了，整一把刀锋，火炮无尽饮血液，行不行？再把这刺客这老些。来个 VIP 刀，蓝刀有大剑呢，有大剑就合了呗。也没事儿，这不正好大剑蓝刀吗？挺好的。前期也不太用真实伤害，前期物理伤害也行。手有点狠，哎呀，这落手有点狠啊，有点打不动。刀锋如果没有水银的话，就怕这辛德拉给他直接甩飞了。国服什么时候更新这个？18号吧，18号更。完了，我操，蓝 buff 来了。
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蓝 buff 来了，先给个冰心吧。不玩火蓝了，我这就一张火蓝，玩个屁呀！他就一个，他要多给我来一个，我就玩了。他就一个，我操！你好意思吗你？啊，你就来一张啊？一共就一个呗。你奶奶的！你他奶奶的！刀锋蓝 buff 两下普攻就流血，你是不是欺负我不会玩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傻子？你挺猖狂啊！只是 VIP 怎么没有呢？青龙刀加蓝 buff 一下就流血，那三个蓝 buff， 那三个蓝 buff 直接把对面送走，三个蓝 buff。三个蓝 buff 不用 A， 全场流血。按 E 技能激活 VIP， 行。我跟你们说，过一阵上线了，周姐要去，周淑仪要是去玩那个VIP 的，你就跟他说啊，你就说按 E 技能可以激活 VIP。浪爷，浪爷吧，六级三直四四刺客，搞个刀锋 VIP， 我得先激活直四羁绊。好处呗，那我没有直视啊，我咋整？他不给我呀！梦眼的英雄挺离谱，我感觉这英雄我感觉得被削。他一个一废卡恐惧人家三秒，你说他控人家三秒，你说这合理吗？这不合理。我们先来把无尽，再来个火炮，出个饮血剑。无尽肯定是得有，我们就得先要个无尽。刺客必须得要无尽，他有反甲我也得要无尽。这把男刀没有那把，我玩的男刀出的多。VIP 也来的慢，凌驾一切的战力。无
进法报正义。不要火炮啊，要火炮啊容易灌溉，而且攻速快。梦魇要能删，顺便删了吧？你们觉得呢？这英雄不删白不删。完了，薅了不要了，买了再卖。哦，可以是吧？不一样的快，没啥大区别。玩出概率挺高的，其实随便刷两个他就带 VIP， 给攻速，给攻速，没有机会了。来个正义吧，不行，我手不要了。梦魇差一张，男刀差三张，双冰心，冰心是不是只能给一个人一件啊？每个英雄只能装备一件哎。我给正义吧。不给银血剑了，我给正义。这个留着合正义，这个留着合鬼叔，这个不行给前排。哎呀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给呀，太急了也不太行啊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。如果不在现场的话，那我怎么没找到他们呢？就怕个辛德拉，这个辛德拉就很烦。没有机会了。就不给水银了，不就就不给水银了。别不要水银了，我给过水银。我给过一把水银，我给一把别的。
那沙扣都不要水银，刀锋要什么水银？你这是不是？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选秀回来，我们说好，再不上人不行了，打不过了。我有个 VIP 蓝刀搁下边没上去，给法爆伤害最高。给啥的都有啊！这肯定是拿不着了。你就法不法爆了，他也没有了。先来个腰带吧，我先给他合个鬼书。来的也太少了吧，根本就不够用啊。怎么跟那狼人似的呢？我操，这塔姆，我觉得这老母狙打不过我这辛德拉。嗖吧，提供一个蓝色法球和一颗灰色法球，还是要个星界赐福。来个法球，来吧，给了个织女啊，灰的，再来，给点装备吧。哎呀，我操，这不就是给钱吗？那你就直说呗，叨叨这老七有什么用呢？不是，那蓝刀都上哪去了，大哥呀？我从不妥协。我们出发了。我差一张，经典差一张。
我这男刀跟梦眼放一块儿，那梦眼上去咔嚓一个恐惧，男刀给他一顿整，来一个恐杀。这只能引血剑了，兄弟们。双冰心。夜印什么效果？夜印带隐身的，引血剑带吸血的。男刀打人咋不打掉血呢？感觉呀，有点刮。真伤饮血剑是吧？那我没别的给的呀，那咋整啊？那刚才那装备能给啥？给龙刀啊，两下一个流血呀。要不就给夜印，那夜印跟饮血剑也没啥区别。杀人没杀空杀的快呀，这不行啊，这不太行。不太行啊。这个饮血剑看来是没什么用啊。感觉没什么提升了。谢谢小鸟虚云的摩天轮，谢谢小鸟。应该是够呛了，兄弟，这蓝刀太刮了，刮的我不忍直视，纯是刮痧呀，连个黑膜都嘎不动的。我也不知道拿啥了，我拿个海克斯啊，我拿一个吧，我拿一个海克斯科技。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给你给不上，给谁呢？
螳螂吧，或者是梦魇，给梦魇了吧，啊，给不了梦魇，给螳螂吧。哟，那个螳螂，我宣布了，啊，新的刮痧之王就颁给蓝刀了。我宣布你是新一届的刮痧之王。直接换德莱文，那哪能说换就换呢，兄弟？那德莱文不得地呀、啊？另外，那德莱文你不得上八地呀、啊？哪有血了？没血量啊，关键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谁也打不过啊，就是你现在就这么多血，你谁也打不过。你要非得换德莱文也行，我那就换，也不是不能换，换呗，那就反正就给我一轮的时间，那就换，反正谁也打不过，对吧，直接把他扔了。咱也别墨迹了。可供牛角力，哼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我们出发吧，他们也许但你们继续，一张德莱文也没有。下一把不玩了，投了，直接投了吧，不玩了，没法玩了，兄弟们，玩不动了。